我是任性的摇滚男孩，我是敢说敢做的耿直 boy，我是爱下厨房的吃货二潮，我是孤僻高傲的浪子西城，我是放荡形骸的不拘学长，我是黑暗天团的落跑骑士，我是大闹北京的电驴骑手。我是演员，我是姜潮。总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惹人争议，能不能好好的演戏唱歌吗？其实我也想好好唱歌，但是别人老黑我，也不是 我做出来的事情，除了就是那个九连拍，别人下了降头。什么？你还当过歌手？还好现在做演员了。那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再没有我戏演的好的。典型的娱乐圈里，除了靠脸混饭一无是处，这哪是差评？这明明表扬我长得帅，不是演痞子就是花心大萝卜，这不是差评吗？我觉得现在女生会更喜欢带一点痞气的花心大萝卜。姜潮怎么这么黑啊？跟宋小宝一样。这个是真的说对了。其实我特别喜欢宋小宝。我看了《欢乐喜剧人》是吧？我觉得宋小宝越来越有才了，就他的给人特别的开心。我很喜欢宋小宝，能得到你这样的赞美，我也很开心。长得好看的很多，但称得上颜值逆天的没几个，姜潮算一个。那个爸妈生的真好，这个太不敢当了。娱乐圈你还能活得这么真实洒脱，给你点一万个赞。这个话说得好听，其实确实像我这么洒脱的人真的不多了。最喜欢你那种邪魅的笑，太迷人。那就送你一个。笑不出来。善良孝顺暖心上进颜值爆表，这样的偶像谁能不爱？跟颜值爆表还差一丢丢。学做菜是跟谁学的？我那菜师也没有在网上查过，都是自发的研发的。我每次在剧组啊，我会把那个我的那种火锅炒菜的锅、烤箱，还有那个电器蒸汽锅什么都带过去，给他们做饭吃。我做饭给大家吃，给剧组煲汤啊，给大家做饭。那你给女孩做过饭吗？做过。女朋友吗？那你是在爱情里面会为对方付出更多的那种人吗？如果这个女孩会很值得你去做的话，我觉得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她吧。对，因为她把她，因为她这段时间是她人生最宝贵的、最年轻的时间嘛，她给了你，你应该负责任吧。那你做过就是为一个女孩做过最让她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有一个女孩她需要帮忙，说完之后我立马就打了上百万给她。哦，你平时是喜欢穿平角裤还是三角裤？我都有，都可以。现在呢？现在穿的？现在穿的是平角裤。穿的是平角裤。是平角裤。你最近和灿烈有合作，你们私底下会聊天吗？有聊天，就是没法沟通。那怎么聊？用表情吗？就是用肢体吧。肢体是。对。有跟他学几句韩语吗？有一点。我们展示两句。안녕하세요，만나서반갑습니다。